玩打乒乓球啊？真的好慘咯，我 friend 同佢拍，好慘啊真係。大家有眼睇到啦，唔使話呢個學校到，佢呢度誒以為自己好型，根本冇人拍到音。哇！突然之間，哇！好大㗎嘛！哇！你我哋第七親個鬥緊苦迎接嘅人，你知唔知你喺度做咩啊？低咗我笑，我唔裝啊！我點知佢喺邊度？你睇下你啦，開幾百條片，有冇人睇？有冇人聽？反思下啦，鬥緊苦啲朋友好唔鋸你啊！所以我哋要特別要懲罰你，你過曬三關先可以翻嚟噶。放屁！係啊，之前咪好不收咩咯？問你啊，而家你又衝出嚟嘅喎。sorry 咯，我要調出翻人間嗰個。你咁樣衰又唔使講，梗係無論睇你抖音片啦，你睇點解人哋咁受歡迎先啦。OK。
有時間。